有一种笑是可以健康陪他长大，有一种笑是守护着幼苗，有一种笑是因为安心，有一种笑是为他骄傲，有一种笑是为生活打拼，有一种笑是幸福平安，有一种笑像久违的阳光，有一种笑是自己蓝调调，即使乌云密布都要努力拨开，让这片土地里的妈妈们重新找回笑容，笑得更灿烂。因为妈妈的笑是让台湾幸福的力量，这是我们的信念，更是使命。台湾要幸福，相信郭台铭。7月8日到7月14日，电话民调，唯一支持郭台铭。